大家好，我是 Frank。我们今天要一起出去玩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文章，要介绍的是朱米美术馆。很多同学想到美术馆就想要打瞌睡，就觉得很无聊。究竟今天的文章当中，朱米美术馆有什么样的惊奇等着我们呢？我们一起出发去看看吧。首先呢，在文章的一开头，Dennis 就跟我现在的心情一样，好兴奋。Well, here we are，我们终于到了。 可是 Sally 却一副不感兴趣的说：“我真不敢相信你把我拉来。”这里有一个单词，impress。impress 当做动词是指让某人印象深刻，而这个字加了 ed 就指的是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所以我看了一部电影，对结局印象深刻，这时候我就可以说：“I'm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end of the movie。” 而接下来的绘画当中，Denis 就买了两张票，可是 Sally 非常的焦急，说：“我应该在家做我的作业的，我不应该来这里的。”Frank 要先提醒大家一个文法，在这里啊，他说 s h o u l d really be at home working。”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个动名词 working 呢？实际上啊，是因为前方在 at home 的前面有一个 be 动词。 因为有 be 动词，所以 work 就要加 ing，working。而接下来 Sally 又说了：“我的雕塑作业啊，三天内就到期了。”due 这个字实际上当作形容词，是到期的意思。今天作业到期，可以用 due 这个字。当然，我也可以说支票到期了：“The check is due today。”而衍生出来的单词就是 overdue，在前方，请你加上 over。 就指的是一个东西已经严重逾期的，所以啊，请你帮我把这本逾期的书还给图书馆吧。Please help me return the overdue book。当然，due 这个字还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 be 动词，后面有一个 to，be due to 就指的是因为的意思。所以他今天的成就都是因为他过去的努力。His achievement today is due to his hard work. In the past，而为什么今天要来著名美术馆呢？原来是为了要找一些 inspiration 灵感。Inspiration 这个字实际上是来自于动词 inspire，这个字当做动词就是激发灵感或是鼓舞你的心智的意思。习惯上 inspire 这个字的用法是 inspire 加上人，后面再加上 to，表示要做的事情。举例来说，偶像会鼓励我们做得更好。 Idols often inspire us to do better。而到了这一段的最后面，这时候 Sally 就抱怨说：“干嘛把我拉到这个地方啊？就像我去过的其他博物馆是一样的。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叫做 ‘have been to’，表示你曾经去过，但是你现在人回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经验。可是 ‘have gone to’ 就不一样喽。” Have gone to 就指人已经出发去一个地方，所以就不在现场。要请你分清楚。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